Hello， 大家好，这边是超强系列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来做一个大陆的中文用语大挑战。都知道使用中文的人是全世界这个最广泛的嘛，人口数最多的，所以说在不同的地区呢，不同的省份，不同的国家，使用的华语、中文、普通话，其实都会有一些他们自己文化上衍生出来的一些特殊的专有用词。那我觉得相当的一个有趣哦，同样都是讲中文，但是我却听不懂那些公仔。因为我的一个大学同学，他最近去了广州工作了几个月之后呢，他就学习到了一些当地使用的这个用词。他出了几道题目给我，然后让我来猜猜看，到底我能不能搞懂这些字背后的含义是什么。 OK， 我们废话不多说，就一起来 check it out。 Yo， 回车，回车，哎，回车是什么意思？回车让我猜猜看，回车是不是回转，就是 U-turn 的感觉吧，是吧？回车，回车不是回转，还能是什么意思？那就是 enter 啊，他不是说回车键吗？他就只是单纯的 enter 的代名词。就是键盘上面的 enter 啊、你帮我按一下回车，好像没什么用法嘛，就是对，如果台湾人听已经听不懂的啊、哦，了解了解，所以它就是一个就是按钮的名字。下一个叫做硬核，硬核 ，what the fuck， 硬核，很硬的核桃，完蛋了。他完全没有跟我讲这是拿来形容什么东西的，我就只能照字面上。哦，不会，哎，等一下，硬核，如果直接翻成英文的话是 hardcore。hardcore 在 A 片里面是指那种最猛烈、最激烈的那种 A 片，它不是那么柔美，它没有那么的 romantic。三级片啊，刻意会挡住的地方完全展露给你看，特写给你看的那种，就称之为 hardcore。原本含义形容说唱音乐和游戏。啊，顶改耶，太肮脏，太不干净，太龌龊，因此早有说硬核说唱和硬核游戏的说法。硬核说唱更具有力量感的音乐形式，热情奔放，猛烈强劲，而硬核游戏存在一定难度并有特定受众的游戏。 OK， 我们把它理解为是一种很厉害、很酷、很彪悍、很刚硬的意思。所以我可以说我是硬核系列吗？可以这样吗？搞不懂 ，OK， 好。靠，这个我刚才问我同事，结果问半天我也听不懂。同事跟我解释说什么硬核玩家、硬核说唱，说都可以用硬核，我就听不懂。不是啊，他没有解释啊。应该可能是立案的意思吧？哦，好吧。OK， 我们下一个水群，水群，水群是什么啊？水群。水的群组，很多水水的群组，大陆的水是不好的意思，跟我们台湾的哦好水哦的那个水完全不一样，跟大马的你这条水的水也是不一样的。水群，好，我猜它就是一个很多正面的社团，好不好？水群，这个我3%的信心我会中。像那种微信啊、即时通啊、FB 那种聊天室，就是你一直在上面一直讲话，这样你在上面一直翻，就是水群啊、哦，就是洗版。对对对，洗版。但我觉得这个由来可能就是我们这边有一种通讯的那种叫泡泡，它跳出来的通知，它不像 FB 那是叮咚，它是那种它是冒泡泡的那种水的声音啊，就啵。所以假如有人一直喊，可能就会啊、哦，就会有水滴的声音啊、哦。我猜是这样子啊、哦，我猜是这样子。滑水，滑水道的滑水，滑水就是。滑水啊，这边的滑水的水跟这个水群的水感觉有一点关联啊。通常人们应该会在水群里面滑水，我这样讲应该没有错吧？在里面游荡的感觉嘛，就是在水群里面游荡，然后，就是把它滑一滑。滑水是偷懒的意思。滑水是偷懒啊，所以跟这个水群的水没有关系啊。没关系吧？不就混水摸鱼的那个意思，是这样？对对对，应该是。哦，滑水是偷懒哦。好，我们下一个，打 call， 打 call， 打 call， 打 call 不是打电话的意思吗？打 call 一字来于日本的偶像文化中，点赞哦，点赞叫打 call， 疯狂打 call。打 call 就是点赞，所以基本上是日本人听得懂什么是打 call。我只知道章鱼叫 taco， 有意思，这个蛮实用的，这确实是蛮实用的，帮我打 call 一下。主播他会说什么？喜欢我的小哥哥小姐姐可以给我打 call， 可能更多的是叫人家 donate， 那个叫什么啊？对 ，donate，donate，donate 啊。
下一个是有毒，你这个人有毒，你很小心眼，很恶劣，很恶毒，讲话很酸吧。梗呢出自于游戏英雄联盟，该词含义并不单一哦。一方面类似于常见的一个网络用词魔性，让人中毒一般的魔幻上瘾哦。我刚问我同事，我觉得比较贴切的讲话就是说你这个人很有事吧。很有事，所以是贬义的意思啊。对啊，有贬义的意思啊。欸，这跟我找到不一样欸。人的话就是你很有事就对了。你的应该是，这些答案我都不是很确定。哦，OK 啊，好，拜拜。你回去工作吧，拜拜。拜拜。哇哦！我今天才发现，我个人的这个文学造诣其实蛮浅薄的，我实在是太孤陋寡闻了，完全看不懂这些东西。不行，我日后一定要好好的向他们学习。如果想要持续关注我的话，欢迎订阅我的优管频道，到我的脸书帮我打 call， 关注我的 ins， 转发这支视频给你们身边的好朋友们。还有什么想要我拍的主题的话，在底下给我留言吧，或者是你有什么不敢讲的，都可以发个私人信息给我啊，我也不一定回你。哎，对，或者是你想要发个邮箱给我。我都不会开，那咱们今天这集就先这样子咯，各位水水们，我们下集再见了，拜拜。